好，第十八题是这边，来我们 solve 这个 trigonometric equation， 它给我的 x 零到二派，这样就是说我 final 的 answer 要写成 radian， 它给我零到360，这样我 final answer 是写成 degree， 它给我零到二派啊，零到派啊，这样就是写成 radian。然后我们知道它的那个 sin square 加 cos square 等于一。然后过后 tangent square 加 e 等于 secant square， 然后 cotangent square 加 e 等于 cosecant square，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的这个 cotangent square 呢，其实是 cosecant square 减一，所以这个它就会变成了 cosecant square 减一减 cosecant x 减一等于零，所以它就变成 cosecant square。减 cosecant 减二等于零，然后在这一边我们就开括弧等于零，然后 cosecant 一和二，然后它是减二加一，所以我的 cosecant x 等于减一，一和 sin x 等于减一。我的 sin x 等于减一，然后我们知道 sin 的 graph 是这样，它减一只有在这一边270度的时候，所以270度呢其实是3派per 2，所以我在这边我拿到我的那个 x 等于3派 per 2， so 我的 sin 等于零一跟减一的时候，我都是直接从 graph 那边拿到的。好。接着呢，我们就有这一个 cosecant x 等于二，一百 sin x 等于二，然后 sin x 等于一百二，然后我的 basic angle 会是等于 arcsin 一百二。所以 arcsin 一百二我不用按计算机哦，我知道它是六十度，也就是派6。然后 astc sin positive 是这个 theta 跟 pi 减 theta。所以我的 x 呢会是等于派 per 6跟5派 per 6，所以全部一起合上来，它就会变成派 per 6，然后5派 per 6和3派 per 2，是这三个答案。OK，so 我们刚刚的这一边，我的是用这一个关系来 sub 在这个地方。好。如果你不懂这一个是二分之一，你就按计算机啦 ，arcsin 0.5，它可以给到你30度。然后同样的，我在这边 arcsin 减一也是可以，但是你的 arcsin 零的话呢，它就比较麻烦，这是减90度啊，减90度其实就是270度了，这样啊 ，OK， 好。好 ，d 的这一边我有二 sin square 加一等于 cos x， 所以我们知道 sin square 加 cos square 等于一，所以我的 sin square 是一减 cos square， 所以二括弧一减 cos square， 然后加一减 cos x 等于零，所以我就有二减二 cos square 加一减 cos x 等于零，我就有二 cos square x。加 cos x， 然后加3搬过来变成减3等于零，然后这个时候开括弧等于零 ，cos x 二 cos x， 3一三加3减一，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拿到我的这个 cos x 等于一，然后 cos 的 graph 是这样，它等于一的时候呢，它就是零跟360。所以我的 x 呢是零跟二派，零还有二派，然后我的这一个另一边 cos x 等于减三百二的时候，这一个 no solution， 为什么它 no solution 呢？因为我们的那个 cos x 呢，它必须是在减一跟一之间，这一个其实是减 1.5， 它超过它范围了 ，OK， 因为我们的 graph 这边 e 嘛。然后减一啊，所以它就最高是一，最低是减一啊。然后我的这一个 1.5， 这一个 1.5 就在这边了，
这样根本都没有 solution 呢、啊，这样，所以它的这一个是 no solution， 就是这样。好，所以合到来最后我们的答案只有0跟2派。